很多房东呢现在差不多要准备啊这个现在财政年度的报账了。自己管理房子有很多好处，比如说可以省钱省管理费，但是也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到年底要报账的时候呢就自己要整理所有的文件。那找管理公司，比如说像我们 Uno Property Management, 这一年我们可以帮你出一个自动生成的一个年账表格，就这一年一个财政年你的收入和支出的一个总结。然后呢如果你的会计师还需要 breakdown, 比如说每一个月的或者是要看一些 invoice 的话，你都可以自动从你的平台，我们给你的就是房东平台，可以自己下载所有的文件所有的 report, 然后也能看到就是说比如说你要下载水费单或者是下载这某一个月的账单之类的都是可以的，或者比较大的一个几千块钱的一个 invoice 都在这个平台上。那这样呢你很及时的能把这些材料提供给你的会计师，其实在某种层面上说是给你减少了你的时间，其实也是应该有一部分减少你的会计师费用的。如果会计师需要去帮你整理这些 summary 的话，他自然他的这个费用是要收在客人身上的。那这就是用管理公司的一个很多优点之一。谢谢大家。